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历史奇闻异事、不为人知的离奇事件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消失的图书馆，古代智慧的失落；二、神秘的信件，皇室间谍的秘密任务；三、被遗忘的战役，改变历史的关键战斗。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消失的图书馆，古代智慧的失落。当我们谈论消失的图书馆。 脑海中最先浮现的可能是亚历山大图书馆，这座古代世界的知识宝库，曾经是人类智慧的灯塔，但最终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无踪。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探寻这些消失的图书馆，并了解他们的智慧如何影响了我们的世界。首先，让我们来聊聊亚历山大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建于公元前三世纪，由托勒密王朝的托勒密一世所创建。据说，这里收藏了超过七十万卷书卷。 涵盖了当时所有已知的知识。亚历山大图书馆不仅仅是一个藏书的地方，更是一个学术研究的中心，吸引了无数学者前来交流和研究。然而，这座知识的殿堂却在历史的风暴中多次遭受劫难。最著名的一次是凯撒大帝在公元前四十八年进攻亚历山大港时，意外引发的大火烧毁了部分藏书。后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也对图书馆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最终， 这座伟大的图书馆在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彻底消失。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消失，让我们失去了无数古代智慧的结晶。想象一下，如果这些知识得以保存，我们的世界会变得多么不同！或许我们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发现了电力，甚至登上了月球。这让我不禁想起一句话：如果亚历山大图书馆还在，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在火星上开咖啡馆了。除了亚历山大图书馆， 还有许多其他消失的图书馆同样值得我们关注，例如巴比伦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建于公元前七世纪，由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所创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之一，收藏了大量的泥板书，记录了当时的法律、文学、科学等各方面的知识。虽然这些泥板书在亚述帝国灭亡后被埋藏在地下，但幸运的是，现代考古学家在十九世纪重新发现了它们，让我们得以一窥古代巴比伦的智慧。 再来看看中国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公元前二百一十三年，秦始皇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下令焚烧儒家经典和其他书籍，并坑杀了大量儒生。这次事件对中国古代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许多珍贵的文献和知识因此消失。然而，儒家思想并未因此消亡，反而在后来的汉朝得以复兴，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我们不能不提到中世纪的修道院图书馆。 这些图书馆在黑暗时代中保存了大量古希腊和罗马的经典文献，成为知识的避风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修道院图书馆也因战争、火灾和宗教改革等原因而消失。幸运的是，部分文献得以保存，并在文艺复兴时期重新被发现和传播。总结来说，消失的图书馆让我们失去了无数宝贵的知识和智慧，但他们的故事也提醒我们珍惜和保护现有的文化遗产。毕竟， 谁知道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是否会在火星上开咖啡馆，并在那里建立一座新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呢？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神秘的信件、皇室间谍的秘密任务。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主题——神秘的信件、皇室间谍的秘密任务。这个话题不仅涉及到历史上的谍报活动，还有许多令人惊叹的故事和巧妙的计谋。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些神秘信件背后的秘密吧。 首先，我们来谈谈信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古代的信件可不是像我们今天的电子邮件那么简单。那时候，信件是传递信息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在皇室和政府之间。这些信件往往包含了国家机密、军事策略，甚至是皇室成员之间的私密对话。说到皇室间谍，大家可能会想到那些穿着黑色斗篷、戴着面具的神秘人物。其实，真正的间谍往往是那些看似平凡的人。 他们可能是皇室的侍从、厨师，甚至是园丁。这些人利用他们的职位之便，偷偷地将重要信息传递给敌对势力。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发生在十六世纪的英格兰。当时，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宫廷中有一位名叫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的间谍大师，他被称为伊丽莎白的眼睛，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络，专门监视和破坏敌对势力的计划。沃尔辛厄姆的一个著名案例是他如何揭露了巴宾顿阴,阴谋。 这个阴谋是由一群天主教徒策划的，目的是推翻伊丽莎白女王，并让玛丽·斯图亚特女王登上英格兰的王位。沃尔辛厄姆通过拦截和解密信件，成功的揭露了这个阴谋，并最终将阴谋者绳之以法。说到解密信件，这可是间谍活动中的一大亮点。古代的间谍们使用各种巧妙的方式来加密他们的信件，例如他们会使用隐形墨水，这种墨水在书写时是无色的，只有在特定条件下。 如加热或使用特定化学物质才能显现出来。还有一种叫做微点技术的方法，间谍们会将信息缩小到几乎看不见的程度，然后将其藏在信件的某个角落。当然，间谍活动并不总是那么严肃，有时也会有些滑稽的情节。例如，有一次，一位法国间谍试图将一封重要的信件藏在他的鞋底，结果在过边境时被要求脱鞋检查，这位间谍只好尴尬地看着他的秘密被当场揭穿。总的来说， 皇室间谍的秘密任务充满了惊险和智慧，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并不仅仅是那些大人物的舞台，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英雄在背后辛勤工作。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对这个神秘的世界有更多的了解，也希望大家在学习历史时能够发现更多有趣的故事。谢谢大家的聆听，有什么问题吗？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被遗忘的战役，改变历史的关键战斗。当然。 亲爱的学生们，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那些被历史尘封的战役。他们虽然不如滑铁卢或诺曼底登陆那样广为人知，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这段时光旅行吧。一卡迪什战役，公元前一千二百七十四年。卡迪什战役是古埃及与赫梯帝国之间的一场决定性战役。虽然这场战役的结果并不明确，但它却促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和平条约之一——卡迪什条约。想象一下。 两个古老的文明在战场上打得不可开交，最后却坐下来签了一份和平协议，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我们还是做朋友吧”。二阿克提乌姆海战，公元前三十一年，这场战役发生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奥古斯都当时的乌大维与马克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罗巴特拉之间的海战。虽然这场战役常常被忽视，但它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建立。想象一下，如果克罗巴特拉赢了，今天的罗马可能会有更多的金字塔。 而不是斗兽场。三卡尔卡河战役，一千二百二十三年，这场战役发生在蒙古帝国与基辅罗斯之间。蒙古军队在这场战役中大获全胜，打开了他们向西扩张的道路。虽然这场战役在西方历史书中不常提及，但它却是蒙古帝国迅速崛起的关键一步。想象一下，如果基辅罗斯赢了，成吉思汗可能会成为一个地方小霸王，而不是横扫欧亚大陆的征服者。四普瓦捷战役，七百三十二年。 这场战役发生在法兰克王国与穆斯林军队之间，由查理·马特领导的法兰克军队成功阻止了穆斯林的北进。这场战役被认为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阻止了伊斯兰教在欧洲的进一步扩展。想象一下，如果穆斯林赢了，今天的巴黎可能会有更多的清真寺而不是教堂。五阿尔比恩战役，一九四零年，这场战役是二战期间苏联与纳粹德国之间的一场海战，发生在波罗的海。 虽然这场战役不如斯大林格勒战役那样著名，但它却是苏联海军的一次重要胜利，阻止了德国在波罗的海的进一步扩张。想象一下，如果德国赢了，今天的波罗的海可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德军基地，而不是一个美丽的旅游胜地。六、萨拉米斯海战，公元前四百八十年，这场战役发生在希腊与波斯帝国之间，希腊舰队在萨拉米斯海峡大败波斯舰队。这场战役不仅保卫了希腊的独立。 还为西方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想象一下，如果波斯赢了，今天的雅典可能会有更多的波斯风格建筑，而不是帕台农神庙。七卡尼战役，公元前二百一十六年，这场战役是第二次布尼战争中的一场决定性战役。迦太基将军汉尼拔在这场战役中大败罗马军队。虽然最终罗马赢得了战争，但卡尼战役却是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展示了战术的力量。想象一下。 如果汉尼拔继续胜利，今天的罗马可能会有更多的迦太基风格，而不是古罗马风格。这些战役虽然不如某些著名战役那样广为人知，但他们在各自的历史背景下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希望你们在了解这些被遗忘的战役后，能对历史有更深的理解和更多的惊叹。毕竟，历史总是充满了意外和惊喜，不是吗？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今天我们一同穿越了时空。 探访了那些消失的图书馆、皇室间谍的秘密任务以及被遗忘的战役。这些话题不仅充满了历史的魅力，还让我们了解了那些改变了世界进程的重要事件和智慧的结晶。首先，我们探讨了亚历山大图书馆及其他古代图书馆的命运。这些知识的宝库虽已不复存在，但他们的精神却依然影响着我们的世界。随后，我们揭开了皇室间谍的神秘面纱。 了解了他们如何通过智慧和勇气完成那些惊心动魄的任务。最后，我们回顾了几场被历史尘封的战役，这些战役虽然不如某些著名战役那样广为人知，但在各自的历史背景下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些故事，我们不仅能够重温历史，还能从中汲取智慧和灵感。毕竟，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记忆，更是我们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的重要资源。好了，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你们的聆听和陪伴。如果你们对今天的话题有任何问题，或者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一起讨论。我是六博士，下次见。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